Ammonia tepida 是一种生活在咸水沉积物中的底栖油孔虫，与贝卡里安很相似。贝卡里安生活在红藻的表面，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全球分布的分类单元。最近的遗传和形态学研究表明，许多曾经被认为是 Atepida 的成员实际上是其他物种的鞍，主要是 Ammonia venata， 并且 Atepida 的真实标本已被发现仅存在于 Ammonia venata 中。